新课纲即将在108学年度实施了，对于技职体系的招生考试命题范围也做了更适切的调整。四技二专统一入学测验分20个群类，各群之专业科别各有特色及重点，有哪些地方改变呢？哎，别着急，若是想了解更多资讯，请洽各校教务处或各班导师，也可以上教育部或技专校院招生策略委员会网站查询哦。